咬一口。哇，水都跑出来了。好吃的柳丁和游客是真好乐，虽然外观不是真水，不过吃了真安心。这个是农寮乡有机文化协会希望推动有机农业的原因，佮努力来协助农民改善被虫害，也是那个等等方面的问题。以虫害来讲，大概就是新天牛是我们最头痛的这个问题了。一般的惯性的农民的话，他用的药是非常的毒。那有机里面，我们目前也没有比较好的防治剂，所以大概只能用抓的，或是用这个网子把那个树头包起来。那以病害来讲，大概就是地腐病比较严重，因为这几年我们的雨水下得非常的多，而且都很持续下很久。协会邀请台中农改场的经管安排工学课程，针对有机感染率的部分，做为了管理甲改善那个定点的建议，有心想要做有机农业的农民，会使提升栽培管理的技术。你建议我是来了解讲，伊菌病啦，爱安怎治疗，安怎安尼吼，就是爱拢爱了解啦。规村的人拢来，卖无农药啊来做有机的。啊，阮是无种柑仔啦，啊，我若种菜吼，我拢做有机的啦。那啊，肥料水温就是啊，迄厨余的水啊，吼。很多的病害虫害吼，拢伫个伊个枝条上面来越冬，而爱伫枝条上面越冬时，我们要用，如果用有机的方式，可能用氢源啊，正式修剪，把那个肥木那个受害的枝条，爱给清掉。即卖乌心的食品愈来愈多，防食了是真袂放心。民族协会希望推动有机的工作，主要是保护土地，减少对环境的破坏。你也使食到天然无毒的农特产品，所以若是农民有意愿想要来加入，伊拢真愿意来协助。记者林云信采访报道。